到他们进来的，他们刚刚说不进来的，先进来的。我刚刚有去访，有去跟他们照过他们的部分。你好，他是公示的记者。好，那我们的访问时间了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想今天的位置应该还算可以哈。今天比较热，如果您怀疑需要排队，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哈。好，新进人员是是是，新进人员。好的好的，我问一下。请问一下，你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吗？请问您是哪个单位？我是公民记者。我是公民记者。哦、公民是是，你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吗？我们先听过解释再说好吗？听过解释了，我们就要走了，大家都走了。哎，是，你愿意说一下，你身为一个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，你愿意说一下你看到这样的状况，就是住去这些住居住的居民十几年的抗争，你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有什么看法吗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我想这个是一个不了解。是，你愿意让我的那个镜头照着你吗？OK， 谢谢你。可以跟，哎，这个有点反光，这样好吗？好，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十几年的抗争。好，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哦，您如果有任何发言哈，你说啊，好像有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哦，那请你务必哈，跟我们两边的志工怎么样？那所以必须要等到发言人来讲吗？哦，是哦 ，OK， 所以你们以我做志工的立场，我跟邻居的立场，我相信他们是不了解哦，了解的话哈，是他们一定会很欢迎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？十几年的抗争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知道？他们有很多不明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对他们这些不明白的有马上开始。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请您就坐。